须吃得一波当当，若路吃八下过上网，记录过上网跌头穷。给了要给人给孟子杰冷等于给人在五十。给了个呢是错女于冷次长副长期。错女于与三叉嘎斗鼓了一组多走十字主机。给打上错女于与嘎组主机能嘎雷我这位壁雷既有西嘎上有个冲突。本斗币修辞别人说话给给错片每日正该是才低脚马发的。噶当冷等一个有非玉节葬在四虎正是一摇珍珠自噶护意噶把要非虎德马退得四月局瓦在日人。当年公水自噶自顾此水冷等一。噶据爱商量等日人冷等一打仗错女于冷之葬非葬级能噶或要给生意给当楼盖能告马要给老将用给基础做水热烈协助公司给顾问。连人了六年的宅女王该楼该男一个该公司的门业以沙巴都里面发的挖的人吃账要该得开个退的四月局而不能让自将将机能不能祈祷的当个女人该该得开的一直闹开户修改自家多久人等于当然以居于公司顾问的养生楼有的该得开个退的四月局非乎对嘛哈边呢人等于将一把你不嘛发的呼吁上雷娘屋人等于商务改革工作人员雷我这位比雷非乎修辞拖上贼外收压过头以一魔雷无魔得无法退得巨雷乎非乎德马退得四月局人际得免你着这个业务已将告人有非人非乎德马退得四月局人让以连人本物退此要制度样杀你两个月内本次我将四人马发的非乎苏德的一把三楼马发的余部没修一解概括。上将大国党代日区雷蒙水流的黑虎大佬是西多嘎子。一年里代表我似乎帕马本德雷要给共个获取。过四女在猜啊黑虎大佬要来五多百获取帕马。该给共个过给比摩的帕马给黑虎大佬五多呢真该是三楼他。给来五多呢我是要给生哈我给日门改。该三楼台五多真该要四七五八斗的本货估值估价大概不是五七斗的买发的噶只怕估价呢是三七五八斗的买发的要加上是过怕买的给了五多母亲呢还依旧要干没用医院的最了日的第二组会议这个深奥的日门旧年一年的黑虎大楼该三楼台五多的都要还让我而不然老家日我退去让你让我找会议人吃水搞呼吁呢为通过摩罗帕马给杨水呢得给了五多呢帕马窝错别肚里呢这一份呢气口。黑虎大佬给三楼台五多吃怕骨干呢是三千五百多的马发的。那个骨干被本骨骨干呢得一千五百马发的。还是三个要能都能带给五多的嘎子。嘎的帕马呢我要在楼呢那个要联系都能带给给日本把个相吃。给给公个话过黑虎大佬给三楼台五多帕马人工摇就给给五多给自高交在你那里要不去加当空。上将要日门发扬结果是要来的黑字母马来给了黑字母呢谁给在给比吧谁如果死哪娃子哪是黑的哪谁给娃你给了黑字母呢是哪谁你吃的。那你自己呢要找日区这里农民自己杀过我的当马再给黑字母一盆。趁欲救裤子这里无语的日本居国的做在你几乎呼吁该要杀个一盆谁如果死哪是黑的哪谁。给了字母呢有可能是哪谁你吃的。该给日国的阿阳吃西嘎不满的桌子。如以老人区日记嘎居住送的书都能书在乎上于或是在你子女嘎到基层于的工作人员西部找了这轮农民日记杀过我带黑字母当农插盆长的求助。嘎给了书要老五嘎地里给了黑字母黑梅五豆红豆的当再连个一盆的白类。就是在你子女嘎到基层于的工作人员嘎也带给了一盆给了外机车农业杂楼做江族杂楼的当马都我母机车跟机构呢记录来带娃公布奥黑区江沙嘎的要干没用地来把个门人的接谢江假如你个四女王谢江以买本八年发的给顾嘎找家人要干没用地呢告马一本去八月或两本去的雨假如你个蔡女王在乎上有数个给地里呢得给了去八月或去的雨你住了讲过嘎等给了鸭呢又不是孤鸭。讲过最后上有个爹族
给了亚运呢，我是这人要给生育的，快要给生我的女的来骂出去。这个生育的呢，说这人呢是去美容店的，给里边呢做美容那个会议啊，要到西头给顾客呢，免为了自人烫吃吃八三次，给了这些的来自人吃包脚来来走走。哎，给生育的姑娘给多种要错别讲，那呢有日走去都与差朋友呢，不去和他骂。搿个怎么呢？买的做鸭有个紫翅，鸭有个薄爪，可鸭有个红。这种鸭店里呢买了鸭子，么是买了鸭呢？有许个美容院里呢，带给来个女人长眼故宫放桌，本通过美容店可微商里说他买。假如你个才女王，欲求再乎上也贵了价的，真该做了五千多了本，去都有可去八月。一月江南的真该是五不买到的发的。检查自家生猪养娘屋，搿个生鱼的、生窝的，无论娃得肺火累人，三查先就过牙，一年三查先就过牙人。人家给来个呢，我只算得二黑呼吁吧。上娘，莫来说我本人居然来了一七年，第三家莫来我家黑家饭团活动，我女用过于要用以外，要在联盟需求再参加。给来靠谁家过的，是需要用的朋友媳妇，需要给黑他去火，莫带有个无人用。搿只戏剧呢是路第五公里，经过来些是上方五彩面的戛纳饭团，用过的场来有的重点，搿是穿过背心的宇宙需求多种人才最好的，把男子组对在彩门。假如搿饭团成功的宇宙需求多种，要搿是女的需求，搿个默默呢叫小燕子，搿也来些是社交方有的，把女子组对联门。搿句感言。我们这些个本身外头活动呢，是来人一五年开始的，每年呢举办一遍。这边再来参加比赛的呢，要我们中改、裁判、上古部、对改的等，再给个改过扩内区，整个要四百年的人。该多种我们中改要你给改些三百多里面学习再来参加。人家五十桌子成为零六十二栋开机许多哈，哎，要来吃呢，娃说的头把费事。你是上将二黑来了他就说得要我给次年五句套把费事呢做了我你过个次妈妈过。人家改过第一期拉在房楼你是楼人区才对家的八节村不但呢得了是烈烈在这村里是蹭蹭事实买完那个南国曼度呢我要给拉在房楼栋八次瓦匠是西多河。所以能正式瓦匠能和几个年代呢要读书的我这不打死。八节村算是在段家头的山脉可讲傲过。由来人一五年的老女王开始呢给那村浙江一个推出拉脚出来的生活者对去属于村在的拉脚房楼。每一年八节村拉脚房楼推行呢已将置办于人几岁吧。80%的村民可以房楼到货拉脚拉脚加协力达到50%。还给给大多数人们我走得的时候八节村的村民也是咋能走得的呢八节村的村外自然我夫人可自在过为了古代许久对生村民拉脚房楼的这件事八节村初上台去拉脚房楼要修古董本被自在这一波的要修古董呢本府抢送自在修八节村的许久拉一百次呀国用博弈买给沙大夫要修古董特别呢为了预计日复日日古村屋这件许久房楼增库等于增级几些拉脚的五大别种上来一国可与既有村门嘎斗大家互相监督互相督促大家呢你追我赶我们要机制推出了呢我们也是有奖励的有奖品的这个奖品嘛好多人家我们都领一份洗发水啊洗洁精啊这些是吧大家都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事所以说呢都是互相监督啊你到他家里检查他到你家里检查形成一个大家人人参与这种意识这那一晚年出来那一晚几里以自出干部出猎物子女节物子给许久等值得可家都出门拉脚房楼到货那个日本找的一帮村民屋里呢给了乌葵带拉脚房楼过去给养啥嘞刚开始其实搞那个垃圾分类我们这个村里家庭妇女有点难度呢现在挨家挨户的可以说90%以上的妇女都他们很自觉的把这个厨余垃圾和生活垃圾都分开了家里的厨余垃圾同生活垃圾这是要分开的
好像我刚才到那个垃圾也是一样的，厨余垃圾管厨余垃圾，啊，生活垃圾管生活垃圾，把它分开，啊，所以呢，这个现在我们板桥村搞这个垃圾分类，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之满意的了。据了解，板桥村瓦屋工厂里总共有4门。过得村里垃圾分类的变化将来啊，给了每年块垃圾的过得只要换一句吧。对王东呢，说给了工作已经半年时间吧。给块子结果，乐泽村门屋里的正路的长排长娃裤子拖垃圾呢，我忘了一顿，一二折一漏。又看见垃圾分类以后呢，给了孟西姑家垃圾桶呢，便是称四次吧，称了一次呢啊，轻松都洗。我们街道的垃圾分类这一块啊，有一个政策方面的倾斜和经济方面的倾斜。我们对垃圾保健员有一个奖励制度，还有一个保险把它保起来。我们每个月做好的时候呢，都有奖励给他，是这样子，使他的那个垃圾分类搞得更好。好了以后呢，我们说我们的板桥村那个环境更美丽。另外呢，村里把建设单位护火车，每年的自我垃圾呢，我会用来护火。上来走的自我垃圾冷死区，日里找来县内村里拆卸的自我垃圾。至今，在对德中的县体育单位护火车呢，已经到在4月吧。护火车一卖呢，要让水利部给了，对面要抢修的方便。农作物的机构可产制垃圾当废纸来代替。根据老城区环保子女节以外的外籍干部加言，单位护火车的工作原理呢是被自我垃圾可推拟与接一定的比例过半，拆卸原理以后呢，三十步方的摇曳外在，加最固在为纤维障碍烘焙护火，只要拆卸的外在呢可以做摇之为列，就拆就呼。加此能的环保者呢，才对板桥村可积累出物料。我们是根据这个每个地方的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垃圾量，我们因地制宜。好像说我们这个建在这里啊，其实是一个废弃的一个堤坝，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高度啊，这个高度就利用这个堤坝的高度，我们这样子就省了很多投入的资金。这样子的话呢，投入最低的资金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自节自宜的八节村每一个单位户或者一买呢，我要五张人的门子设置。据了解，单位户别中容易混乱，加对五张人的门子设置呢，是为了期待被扎上路在得能。其实垃圾分类这一块，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我认为垃圾分类应该要用一种文化的引领啊，还有一个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垃圾分类是每个公民的一个责任啊。我比较赞同的是，垃圾分类，环境保护，水污染、水治理、水保护、水受益这样的一个原则，让更多的人知道，保护环境，垃圾分类其实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上江三湖市政府渔民部子五十九号子成立零六四儿童，搿个儿童深受许多的。还有人呢，等红烛雨追女痴呆时，娃学的讨伐费事。你是上将，二黑来个派出所，有的要给次年无惧讨伐费事做了。上将，二黑来个派出所，另外环保部门修来个家的五区村意外路永住人家，会要个木牌古公车的工程省来的，被抢救前约幺热多钟多区一样的，快了得出家对面约城市长的城市。城市以后的费事呢，由出家对面给了一大堆楼客，修本一边给了楼了的窑的五十块的对面，五十块呢，最近又沙楼同样的东面的窑给弄地了。坑里嘛，有人在那里排放这个污水，于是我们去看了，看了之后嘛，发现他这个水是未经过处理直接排放的。在乎上与某一带正大坝或给黑色网球费事障碍车衣，把也叫此年灯工障碍点住。阿布雷将古瓦伯布忙机车五十个脚将军中山二里子迈尔森厄萨的列尔克切别在百亿超了10倍以上，国家规定就是超过10倍以上是这个触犯这个刑法，构成这个污染环境罪。通过电子持证，孟江湖一记给摩拜车给了八升五个沙女尼尔克斯呢，修先查出家的买约随身时乘随将军机或者机扒获。下对挖虎德古巴，该生物给某一些公寓自家到于日休。
每年辣把生物的工程顺利的来个呢，也将哈澳海工业部门依法采取强制限制措施吧。至于是异国商船，是至于是最早一批西喷货。这辆西喷货来了一三年，为加农户第一件女性货业务，至于是政府是高度重视。所以异国商船第一件女性货挖五个一二楼、两楼和三楼，三栋五栋全部拆货。该是预先大腿推理最多的女性货，既然我们整体查子。查子以前之前次呀，日与异国动乱挖五六米已将降价线拉出吧。至于插入的非列呢，也会将成立好吧。学这挖五个窑洞五丈的女性货网眼呢，三对挖子正大障碍降级的查子作业。挖子只一次动，这只有哈被路那路路的吧，以及一丈个刚去的吧。以及查五丈能可之结果。这挖五个一二楼、两二楼、三二楼的三栋五栋呢，一间只有一百零五，这就没在一码三七本货没。三月二十二，日与牛黑街头呢，已将组织地雷四万档大户呢，带给几栋老多种的地别库识别障碍查子。三月二十二才是整体查子作业。两千六外围现在三栋嘛，我们是二十九号开始拆的，今天是第三天了，今天可能全部会拆完，应该是四点钟以前。应该全部拆除完毕，接下去以后就是清理了清运工作，是这样的。据了解，日与异国商船呢是一个设置不然你的热刺的，总共要两栋五层楼的房屋结构的多，其中面积呢是三码连七楼八本货美，以及楼八二三五是日与最早的西棚屋。大查大城一栋开机以后呢，这个地块房价是还立在脚底价钱待遇。那家整体查子主任预认，记录呢要加部门为开启查澳以后的村里村用工作。跟你提过，有就是财推、社推、日作、日水启动，我你过个错，慢慢过。咱们记得吧？跟你提过，来了一财年，有就是财推、社推、日作、日水，属年年天府人王子女启动，我你有就是要拆门，故不要那个规范做事务，财推无余。参观改变在台日作泥水的是万年日老城区的彩门世界古旧。天国较低，泥水开始，世界古旧几乎西湖，学天府人王子女馆管理五安中山工作人员的仰头雾霾砸拉的三台日作区。学五子西街日雾霾，给了古旧被跨国家管范的跨拉的团队，团给了伊被管范骂了我，被西湖跨拉蚂蚁长来挨。整个日作城市各大房门以及翅膀内也飞起了泥锈。以及彩门世界古旧可知结果，彩瓷给脚囊日作的样式呢，是世界先以自动退去的。自从给门世界以色列家日作的老人以后呢，让将他给的古旧摆了，就以及自身持股，我便是非以满意。我父亲他想的他很开明，他这个人想得很通，他觉得他在世的时候子女对他好，走的时候就不用什么形式都不用，不需要了。我觉得这种形式非常的科学、合理、健康、文明，真是一种非常文明的一种殡葬的方式。因为是您的家属是吗？嗯，是，是我舅舅。哦、舅舅啊、哦。嗯。然后你们作为家人的话是怎么理解的？是支持吗？当然支持了。嗯嗯。哦，我们那个时候不要占地，嗯、就是让他入土为安嘛。啊，货币啊，在乎咱们啊，中中国家贸易能能的红月啊，可以呢。日么拯救西街五丈人家业，可黑做一些日做呢是该股大雷提起的集体协体运作火车之一，给使用加大可国家的规范的上马的日务，还规范自动放假，外加日益福利膜拜，即亚他拉和土地上人子女是真正的协体挖白做。那年，继五二万年中间能过年多中的一路改革，在退伍有的举同朋友，也属于高一不做的一代方门类人。讲给你嘞，日作慢慢能对得各大师们的机油可两可。既是那个能够保护这个生态啊，能够保护环境，那么更重要的是刚才我讲的是达到了人和这个自然的这个和谐的统一。那么从殡葬改革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主要是体现了一个这个接地生态这个这一块，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树葬的区域我们专门开设了有两个区域，是生态姐弟站。面积是多少呢？面积有5亩多。什么树呢？香江。为什么会选这块树？我们通俗因为香江呢可能这个树呢茂盛一点吧，更绿色一点，更环保一些。据介言，沃尼市前滩自治区内算是年年天府上房子女园的。这个区域的叶子脚在在该子日能切过30年的西街市，日门人可以通过马路地下火车站的自雄无恙，再通过所在街道西老城区门诊局上城。另外根据之前来讲，目前老城区穿过日座黑座的人数呢已经达到800000，为了装一部大类电器前滩挖掘本座，政府呢对穿过黑座日座等几台前滩座户的人员呢还要一定的补贴，包括对北部五级500户飞跃玉米的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有这个花站啊、草坪站，还有这个壁站，所以呢形式多样。那么使我们广大的这个群众啊，能够这个知道我们这种这个极地生态安葬，那么对生态环境的改善，那么对资源的节约，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推动作用。怎么记得大姑娘我会找一万三亩，刚刚讲大姑娘找一万三亩的我会打西湖，西湖呢是别的，但是唱那个瓦呢，黑那个月就是去西湖日节得的只能能亏损呢，自己有找去跌入。天国在地角，自己找了的乌鱼轮小镇都江边，故意给那个都西的湖底呢，无疑将被呼啦拔去吧，还要事业的日门找了贴虚，那个日门一买给呼啦呢，自也以八九呼物资。根据湖的受理都晒过饱满程度放去互动的谷物，要来湖南呢挖大派八二可那相当骨架的阿房家具全菊花非洲菊，然后就差点勿忘我呀，然后金鱼花呀，满天星呀，都比较有吧。好的基本上都在80-90一个大篮子，却有全菊花那种，然后那种非洲菊的那种小篮子啊，颜色艳点的，反正基本上在35-30这个样子。因为一般到我们家来比较喜欢高档一点买造型，花材不一样价格就不一样嘛，一般100来块钱嘛，几十块嘛，百合啊玫瑰啊这些东西嘛，不一样的。之前来讲的晒呼啦的顾客呢也不是啥在发的作用，都为呼啦呢只有窝户的手里玩家都把可以日照的虚假只托互动的呼张的搭配。都西都日门呢，北国市需要80兆的搭配，特别容积和瓦泥，而是自然西藏北国二十一户，多一把骨架呢也会往家割，一半呢也爆发的作用。据了解，湖底工作人员呢，约几个礼拜时呢，又已经开始准备吧。今年呢，老友开始打码，包括因为今年是工作呢，造了马西湖的日门呢，丰富多。地域可知结果，忙接开始买那里会多次，要事业的日门呢，可以出去各行找来买。主要是明天、后天、大后天这三天，然后所以明天怎么样，应该会好一点，比今天好一点。注意，预交二黑区人们呼吁德雷沟通事故交方模拟互动人力，记录多多的鸟多要去沟通事故的女个、被个，那包括这互动的还通过摩罗日门障碍上来吧。我你过个草，慢慢过。注意，渝九二黑区人们呼吁德雷沟通事故交方模拟互动人力。记录多多人鸟到要去沟通事故，两次交方的女个、被个，那包括这互动的还通过摩罗日门障碍上来。就来讲，啷个模拟互动，是我你渝九还是第一个？天国交通部二黑区人们呼吁户口通过模拟手机一台户处理系统，公开启动上来一次自动车沟通事故砸伤交方。上来之家女个、被个的物资和十字鱼的物资一脉都给能，整个互动呢又是强把户口一个能可以对地的。户口可先是互动对话的女个、被个通过网络带物与人相遇，包括我们的立案，那么诉讼费的缴纳，那么证据的送达，安排开庭，那么以及整个网络的这个庭审，所以我们都是在网络上进行。讲给你嘞，沟通事故交方门系多多其次，包括业务交方户家的人事话术，不惜自告白衣居者居人升级，还要多日让富有税礼拜六人和岁月人事，还多日让你讲一说公寓家等自告不惜公司呼吁当部门自家热烈热客。原先我们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呢，调解的参与人呢，就是一个是伤者，一个是驾驶员。那么这个中间呢，因为涉及到保险理赔的方案的确定，那么保险公司如果不参与的话呢，其实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车主不知道保险公司会赔多少钱，第二个
那么驾驶员车主需要先行垫付的赔偿款，因为尤其是在一些交通事故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先行垫付这个数额其实是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么而且为了确定这个赔付的方案，那么双方需要跟保险公司多次的私下沟通，那么这个加重了当事人一个处理这个纠纷的一个费用和时间精力成本。加强的贸易互动呢，可以得到加强多层的压力。不是礼拜将以红方的主管呢，为客户关注利用贸易数据一体化处理系统，公开公正，卡比的处理易于交房。那我们把保险公司直接作为当事人引出来之后呢，从两方调解变成三方调解，保险公司的赔付方案是直接确定的，不需要当事人再往各个保险公司去跑，那么直接我们作为一个方当事人把整个案件处理清楚，也就是说把受害人的赔偿程序跟保险公司的理赔程序合二为一。修理办方面，贸易数据一体化处理系统呢，对得多智能资本商税还要沟通事故损失数据以后呢，根据店家员或者是审判员私人的办疑别种自动计算，只要办疑数额，不可以自动拆卸店家疑义可私户可量事，强过店家达成疑义的保险公司呢，必须要在付钱过一个礼拜时间内障碍礼拜。这个系统呢，其实是从案件，就是从案件立案开始到整个的诉讼，是可以完整的可以通过这个案件系这个我们网上数据一体化系统来处理的。包括你交通事故发生之后，我要调解，比方说你要申请调解，参与调解，那么调解成功达成了一个协议，如果调解不成功，那么你可以选择诉讼，那么调解成功的案件你可以在线申请法院的司法确认，那么直接赋予调解协议书强制执行力，这些我们设计的功能是非常全面的，所以基本上可以借助这样一个平台，使交通事故的处理那么都可以借助我们互联网的技术来处理。但过呢，我晓得人民运输是急救支出热烈，各需人员活得来，非火车人民运输该负担大致样些，人员还是预约，但来源的黄大部原因还是许多的，熬过年着，新年着。上墙日语是国务局可费用国黑日次比我大台，日语是司令局，日语是黑一块农业局，应该不忙西部。这费用过一家就被黑于电价飞火车。之前刚在乎人员说费用过一买用住，可黑子母的富裕给的活呢，在乎人员会议要不挖的给苏人用时与正大下腹，在乎人员母一别于了记住的吧。五个部门在这里联合整治，就是这砂石运输船，像你这种砂石船如果悬浅加高的必须要切割，我们这个本地的全部把它割好了，人员要配齐，还有不能超载开过来，这个人口联合整治，像你这个航海日志一定要记详路记详细，从哪个地方到哪个地方，从哪里装什么货都要记详细。在火车员可知结果多多人非火车速配合物业日益扬腿的女杰物业与队部预约的时候呢，外高人一直托火户女的工作预约在好故再放你着。非法采砂的危害呢有几个方面，首先呢它是这个是国家资源，不能随便开采的，要经过一个审批，也经过一个招牌挂来才能开采。其次呢，它在我们航道采砂会影响其他船舶的通航安全，会呢是影响航道河船的稳定。非法采砂呢是会对我们的飞云江两岸的防洪堤啊造成了破坏，那么下面采空了，在防洪堤呢会坍塌掉，带来了很大的安全隐患。还有呢，我们飞云江两岸啊本来比较美观的，对环境呢造成了破坏。据了解，该被开机的旅游载货需要主持飞虎给做鱼扒采捕，这是靠了无证无件的鱼扒纱布。那么这次我们呢是对砂石船舶啊进行一个联合的整治，主要的目标呢是取缔砂石船舶参加非法运输这个行为，打击呢非法采砂和违法占用海域，消除安全隐患，确保水上交通安全持续平稳。大哥呢，我晓得我你开出多多能修理的全年事故，最后那个走货呢有的一级接线爬路多证据，这里处理去乱比我说话一些。哎，有嘞，过啥月份呢？出要那开家、查家，说个女的呢，过来累，过来开，过来累，过来的，出你谁个当个女的？结果一出事故。上墙修上张列过巴迪亚区和下一次此处自媒事故，多日呢，给来不出呢，只是查些轻微的勘查。
不过如果给小伙人碰到卡手白将出征，吉列日管事通知保险公司挖掘事故以前召来召开。双方并没有第一时间报警，也没有撤离现场，而是自行报保险处理。在他设置路障的时候，只设置了大概有8米左右，没有达到规定的50米的安全距离，令后方司机没有一个足够的刹车距离。由驾控日本多军为你开车的，以前是给小伙人修车的一枚灯哦，大概不够就到位置噶。当澳门的车脚一那个子重要给女乘客呢，正好给他忙意列不出的多种，列在家还嘎了了。第一次五次日过呢，带给女乘客造成严重的错失，节日是指熬不来过，日呢多是节日刹车购物的失误，造成意外火险。乘客腿部严重受伤，基本上经医院判断，基本要做截肢手术。本来一起很小的事故，造成了那么大的后果，这是很不应该的。某一年，这个日管政大张恩伯的店主遇在多中，国家阿德森火车沟通事故那个车子呢，让多加一日积累，其起飞几日加的落个错漏多中。加上认识的轮火车沟通事故那个呢，女婿别说呢，加八日出澳门的五来得一把没得火，货比澳门的出负自由刹车购物的哦，因此往家你就要顾。建议在市民以后出行的过程中，要尽量按我们交警局所制定的规章，事故发生后取证完，尽量靠边，以免二次事故的发生。吉鲁国际次五百，忙接人，熬你都用，忙接提过最低预的才得交通，忙接那里最高预的你也得你啥的。给你个三万过来，你来要你喝个洗漱，喝个纪念，徐娘大姑娘的也是这几句把下过三万。阿徐娘大姑娘当路东黑毛，成了个金木日本，我你忙接这位。